Hello，宝宝们，我是杰斯，今天又是奇葩产品评测了，怎么样，开心不开心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身体超级不舒服，我的两个扁桃体都快挨到一起去了，所以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啊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我们今天要评测这个产品叫做 Dudu Level 瘦脸贴，先要感谢这个粉丝叫做已经减肥成功的小黄鸡给我推荐这款产品，据说这款产品在抖音上很火，抖音怎么净推荐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？我是拿到快递之后没有打开用过啊，这里面应该是一共有40贴，算上邮费到我手里是98块。这样算的话，一天用2贴，40贴用20次，20次98除以20，一天要5块钱。谁这么想不开，一天5块钱用这种东西？那我去打个瘦脸针，做个线雕什么的不好吗？我已经不是很想评测了。买都买了，我们还是一起试试看吧。其实我的皮肤还算是蛮紧的吧。怎么回事？这块肉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的肉已经这么松了啊？果然是我年纪已经大了吗？这块肉什么时候掉下来的？我的天！好吧，正好我们来试试这款产品啊。现在好看的脸型已经不是跟以前一样那种瓜子脸尖尖的，现在都流行这种下颌线很清楚的。但是你看我的这块骨头是往内扣的，所以这边是没有那条线的。好看的脸型应该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正面拍照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棱角在这边的，那我就没有，我只能在这个地方狂打修容，才会有一点点棱角显出来啊。所以有棱角还是好看的，而且有很多人会有双下巴的困扰，会有一点点的下垂，或者是这种法令纹比较重的地方，它其实都可以通过提拉去改善的，好吗？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注射肉毒杆菌或者是做线雕去提拉我们的脸，但是做线雕真的超级疼，很疼，我已经算是非常非常能忍疼了，但是线雕那个疼已经让我觉得有点常人难以忍受了。我现在把镜头拉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距离，让你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瘦脸贴的效果。我现在要把一些贴瘦脸贴的地方稍微的这样去擦一擦。这个怎么回事？尽量是往上走啊，习惯就成自然了。先不要接带箭头的这一边，先接这一面。好。我还戴上眼镜了，确实有个拉扯感啊，看得出来吗？出褶皱了，这边有个皱。好吧，两颗红帽尖没了。我接下来就知道没有变化了。我接的话好接，正常是要用卸妆油去卸的哦，但是我就不卸了，我直接接了。你们看一下我接下来那一瞬间有没有什么变化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。放松放松，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要接了。真的不是我的错觉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对吧？我再试最后一次，能行就行，不能行就算了，简直了。
我再试一次，可能是我用错了。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上去了上去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它的那个布料撑开，就它像窗口，你不能把它像窗口贴一样，它本来就这么大，你就这么大贴上去是没有效果的，它本来这么长，你一定要撑到这么长才有效果，懂我的意思？我知道了，是我用错了，来来来，我再来贴一下，贴完了压住这边，然后呢，然后把这个纸撕下去，撕下去之后，你的手轻轻地提着这边，然后去拉伸，而且是贴着皮肤的方向去拉伸。是不是有效果了？你看我这边脸特别明显，马上就提起来了。我的天，我的天。我来试试能不能往上涂粉底液啊？哎，可以的，哎，可以的，你直接往上涂粉底液是看不出来有东西在的东西的。我现在给你们接下来让你们好好的对比一下，我觉得接下来那瞬间还是对比蛮明显的。嗯，效果啊，我都糊涂了。我来总结一下这个产品吧。说实在的，它在我的脸上效果确实不明显，它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它不像是一个提拉的东西，因为无论你怎么提，只要你的皮肤是提上去了，它肯定有一些褶皱会堆积出来，对吧？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讲是不会形成褶皱的，所以它不是提拉，它更像是一个绳子给你箍住，它箍住了之后，你自然而然这个轮廓就清楚了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就有点像那种什么静脉曲张袜，或者是那种瘦腿袜、瘦脸面膜，它把你的皮往里收，整体有一个束缚感，它自然而然就显得瘦了，它像是这种东西，你懂我的意思？就像我在视频最开始说的，一天5块钱，一个月150，12个月是多少啊？1800块。我觉得你还不如在听点钱去做个医美吧，如果你真的想瘦脸，或者是真的想提拉紧致的话，那个肯定是效果更直观，而且是比这个更方便，对不对？说实在的，这是我评测奇葩评以来最让我头大的一期，因为真的看不出来是有效果还是没效果，你们自己看，我好像是真的是没看出来有效果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我不推荐你购买了，好吗？那今天视频内容就是这样，如果你知道什么其他的奇葩产品的话，欢迎来告诉我。